Schnappi, das kleine Krokodil. Oh, <笑>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在他对他做这个动作。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拍那个新岛那边的时候，有一个打手，有两个笑点，一个是个打手，长得特别的温顺，特别开心过来，他也没有开心，他长得就很开心，然后就搞得我一下，因为。 然后那个老胡是吧？是叫老胡还是老胡？就是老胡，他是一个老爷爷，他比较激动。然后演戏的时候，因为看不到他，怕老朽。第一个他自己设计一个动作就是，把我们逗笑了。你就没生气？你就喊。喂，所以今天如果你想吃蛋糕。 你这你再你再抻一个老吴在了，你以后抻一个老吴在了，抻一个老吴，对，怎么了？我回去待会儿，行，待会儿，给我听。